As population aging becoming a global demographic trend, the needs for elderly care services have been growing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What are the latest trends in this industry? Let's find out at the 9th China International Senior Services Expo. Held in Beijing from May 5th to 7th, the Expo features 12 exhibition areas with more than 220 social organizations,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from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demonstrating their latest products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那我们整个的体系呢，是通过软件加硬件，加上我们的服务线下服务去结合，形成一个线上和线下的这么一个闭环的一个服务体系。 比如说，老人一旦跌倒，我们的设备立刻就会告警。那告警了以后，平台就会发现，推给我们线下的服务体系。那到家属、到我们的护工、到我们的志愿者、到我们第三方服务，能够确保我们整个的服务体系在15分钟之内能够去给他响应应答。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个7乘24小时内呼叫中心，他们始终在监控这个体系。这边这台机器人呢，是叫抱小蜜 Mini。 它呢可以适用于这个家庭场景，然后也可以适用于养老院啊、社区医院啊，还有这个一些康养的这种机构，它是可以实时的测量咱们这个用户的血压呀、心电图啊，还有血氧这些，然后通过跟我们的这种智能设备进行联动，就可以测量了。啊，我们这台机器呢，还是拥有这个远程医生的功能。那如果说在这个家中或者某个场所感到不舒服了的话， 那跟机器人说我不舒服了，机器人会问你是否呼叫这个远程医生。那跟这个医生接通以后，那就跟我们这个视频通话一样，就可以把您的这个基础的一个问题问到这个医生。那医生的话，他是都有当前客户的这个病例的，还有一些身高体重的这些参数的。那医生会根据这个特别专业的这个判断，那给您开具一些基础的这个药品。 是一款主动式的外骨骼机器人，最重点呢就是搭载柔性驱动器，它可以实现非常稳定的人机交互，在整个交互过程中，它的这个舒适性、稳定性都更高。当我们人穿上它之后呢，这个机器它可以通过传感智能传感器去采集人的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行走的步长，然后步速，还有就是我们本身力量的大小，那么机器人都可以识别得到，然后它可以会提供一个智能的辅助力。 这个就是这台设备最智能的一个地方。这是一款手功能康复训练机器人，它呢主要是帮助手功能障碍的人做抓握的这种训练。最开始我能单指发力，然后到我能持续发力，到最后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就要做力量训练了，对吧？我会有一个机器，会有一个反向的拉力，帮助你，帮助这个用户做这个抓握的这个力量的提升。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7th National Census, China had over 264 million people aged 60 and above in 2020, and the number is expected to hit 400 million by 2035, accounting for 30%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With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and robotics, there will be more services catering to the practical interests of seniors to make their lives more convenient and colorful.